第一个想看到的人是你。你在哪里？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轻易的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准确的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的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，可能我想要的，我希望的，我爱的都不一样。眼前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是我记忆中那段白背后的那夜。我望向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的脸，忘了心疼？因为你是我的眼，